商量点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你把腿掰了，我把筋儿放你。啊？你把腿掰了，我把筋儿放你。你他妈有病吧？耍流氓啊！妈，你他妈有病吧？我说那这个鸡放你，我的妈呀，放这儿，你妈。可以验光。哎，咋的？咋了？不验光吗？我他妈验光，你多光了干啥呀？这不是让看清晰吗？滚他妈犊子！再他妈清晰号给你封了，滚！你还在这吃呢？你家着火了？啊！哎呀，你还吃？快点吧，着火了，快！人多，人多啊！我不行，后面，搁哪来那个人？人呢？人呢？连点都往见，工资一百八，两个，啥证？